有网友发来视频，说自己7岁的妹妹在吃鸡里调戏小哥哥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经典的海岛李云龙啊，这拿望远镜的姿势简直一模一样。评论区好多人问这东西是哪儿找的，超体里爆破上位的大招啊，懂的都懂。大哥大哥，你们跟着我，快来快来，你们进去看看。我操！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333。好家伙，自闭城自从成了打卡点，就基本没怎么见过木乃伊了。现在到这来玩的，不是胖大就是猪脸，自闭这个名字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。真要改个新的，你们觉得叫啥好呢？老鼠老鼠 MM 的真人版来了，这老哥该说不说是有点才艺的，出品的每一首歌都能火爆全网。真人可能没见过，但他唱的这首歌你100%听过。少壮不努力，长大哦那那那那那那那。这种顶尖的音乐塑造能力，真好奇为啥到今天都没找公司签约，绝对的人才啊。你又拍，我求你别拍了。说到社交游戏，还得看吃鸡啊！别管我枪打得怎么样，一个粉色双马尾外加小裙子，直接就给对面的小哥哥拿下。看着穿着，似乎还是个顶尖身法，太抽象了。这视频的评论区，清一色的老玩家全体起立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咱作为一个从刺激战场开服的玩家，真就看不出这是个啥东西。有更骨灰的兄弟可以帮忙科普一下啊。